还是这只珠钗雅致啊，显得你素雅端方。出家时啊，就戴这只。哎呀，不可不可不可！大喜的日子戴着白珠子多晦气啊，不如戴着艳艳的、贵贵的金鸡。娘娘此次成亲，都城多人扒着眼睛看着呢，万不可失了咱们家的颜面。金鸡要足够粗、足够沉，方才富贵吉祥。群姑，我倒是觉得落落大方才对，要不这个檀木簪子也挺好。他是程家，不是去仙馆出家。嗯，这有一个宝石头冠，上边还有玛瑙，多值钱。这头饰和他的服饰根本就不衬，心腹倒是觉得未必要珠光宝气，关键是要雅致。这个扇形的簪子多好啊，都城少有女娘戴这个。你们这些后生女娘就一点规矩都不懂，扇就是散，讲起来太不吉利了。我这有一套龙凤呈祥，来戴上。呵，哦，停。阿嬷，大王，你们不必如此担心，皇后早已为我准备好了嫁衣首饰啊，都是宫里的绣娘匠人所制，极好极好的。真的？啊！哎呦，哎呀，那太好了，那可省钱了。哎呀，不但省钱，还真有面子。娘娘，皇后当真早就给你备下了。没想到他比我这个阿母想的还要周到。不是这样的，是因为皇后和圣上早就盼着子申成亲，每年都会囤上这么多东西。这如今东西越囤越多，今年倒是用上了。哎呦，如无意外的话，我应该会在宫中出嫁的，因为皇后跟我说，已经把我出嫁的闺房给准备好了。也好，此乃圣上和皇后赏赐程家的恩典，咱们也算是荣耀门楣了。那就依贵人的意思，你就在宫中出嫁吧。哎，这女娘怎么一定亲，变成了望夫石了？这人走路怎么一点事儿也没有，真烦！分明是你想某人想得太入神，没察觉到我而已。你可知我这些日子过得有多累？试穿嫁衣，试戴首饰，几十斤重的金银珠宝，全都堆砌在我头上，挂搭在我脖上。若换作是你，也会觉得腰酸背疼。哦，换不做是你，你又不用成亲，体会不到我这般滋味的。何为我又不用成亲？成亲有何了不得？你不会觉得这世上就你一人能成亲吗？再说了，成亲有何益处？此等费力无功之事，也只有你这种头脑昏聩之人才会稀罕。哼，你瞧瞧你现在，患得患失，无精打采，还不如从前瞧着顺眼呢。你分明就是不知道何为两情相悦的滋味，也不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心境。不过成亲之后就好了，成亲之后日日相对，再也不用翘首以盼了。你放心，我定比你先成亲，我就要先尝尝这日日相对的滋味。袁圣剑，不
想成亲就别成亲，又没人逼你。听到没？这便是你所说的才貌无双的世家女子？蔡大人也出身白鹿山，为何养出女儿？这位蔡娘子听闻三岁能吟诗，七岁能作赋，而且还是都城闻名的聪慧才女，官媒说她与公子你是最匹配的。这官媒是何时下的？蔡家娘子何处与我匹配了？我本对袁氏宗父要求就不高，头脑不能比程娘子迟钝，性子不能比程娘子乖张，明白，样貌也不能比程娘子丑陋。公子，你的要求其实还是有些高的。我，你家公子好歹是都城中少有的容貌学识俱佳的儿郎，我袁氏更是百年世祖，娶妻就不配要求高些吗？倒也不是，不过公子你择父为何每次都要跟程娘子相比？我只是不想被他小觑了去，此事务必要上心，最好不纳征，直接亲迎，就定在他与凌不疑成亲那天，届时满朝宾客都来我袁家道贺，我看他程少商怎么办。疯了吧，公子真是疯了。你有病啊？你就没发现我今日有何不同？倒是比往日更疯了些。我今日定亲了。哪家女娘这般想不开？你那是羡慕别人眼光好吧？那可是河南蔡氏之女，门当户对，对方三岁能吟诗，七岁能作赋，远近闻名。你笑什么？别一副甩脱了什么累赘似的表情，我以往也不曾如何纠缠过你。我笑你莫要再这么装腔作势了，你又不是激愤行事之人，做什么事情都三思而后行。你会定亲，定是仔仔细细比对过蔡家的长短，笃定这门亲事对你来说是最好的，所以你才会点头同意。这跟会不会写字作赋有何干系？别将我说了这般事关，我结这门亲事也是诚心诚意的，只可惜……可惜什么？可惜蔡家要的彩礼太多，你不够给。那不如让我家子胜借你一些好了。一张嘴尽没好话，我是替你可惜。这世上即将少了一位玉树临风、风姿卓越的单身公子。不过只要是两厢情愿，定亲又不是做买卖，这样便就不可惜。两情相悦有什么好的？家母起初嫁的也不是家父，你我都是有双亲，却如同没有。我本以为你会和我一样细细琢磨，最后找一个与自己最有益处的郎婿，没想到……没想到什么？没想到我运气竟然这般好，遇到了子胜。那我也祝你能遇到一个这般好的人。哦，不对，忘记了，你定亲了，好可惜，遇不到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门当户对的亲事，知足吧你。
陈四娘子婚礼那么多宾客，你竟能将每家的官职介绍记得清清楚楚，不出丝毫差错。不知他日谁能娶到像你这么能干的女娘？半小红又笑话我。我其实已经想好了，终生不嫁，好好照顾大伯母。你是我见过最聪慧的女娘，你若是不嫁，怕有些儿郎是要难过了。是哪家二郎要难过我家泱泱堂子不嫁人呢？哦，是你吗？对呀，小白猴，你整日往我们家跑，还打扰泱泱替娘娘准备婚事，该不是对泱泱有所图谋吧？啊！老班侯领着家中尚能动的府兵一起出征寿春了，实在放心不下班小侯，所以才让他来我们家多走动。是的，是的，我大佛说了，让我时常来你们家一起用膳。哦，原来只是为了吃饭啊。陈家的饭香，人更香。不好，凶兆！岂有此理！朕对他寄予厚望，他却卖国通敌，毁国根基，陷同流百姓于危难啊！这些个老家伙也一个个都是废物，除了尚书让朕诛去烈火九族，其他有用之策屁都编不出一句来，朕要他们何用啊？皇后勿恙。曹长侍，劳烦通报一声，余要见圣上。皇后，今日同牛县失守的消息传来，几位大臣联手请奏，要求从严处置许灵侯一家，以儆效尤。皇上为此啊，发了半个时辰的火了，如今谁都不想见了。那余便在殿外等候。皇后含义料峭，要不您先回长秋宫，一有消息老奴就命人告知皇后。无妨，余在殿外等候便是。这皇后为何不进去？岳妃，阿衡妹妹来了正好，赶紧劝劝圣上吧。圣上未曾用膳。是啊，圣上说没胃口，连口水都不喝呀。胡闹，都多大的人了，还当自己身子是铁打的呀？我进去瞧瞧圣上。哎，岳飞，岳飞，皇上说了谁也不见呢。哎，这，我是说不要进来吗？都滚出去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阿衡怎么生气？可伤着，快穿衣过来。用不着，陛下还是继续吧。继续什么？继续砸呀！方才陛下不是挺威风的吗？穿衣冠过来看一看，伤到没有？万一破了相，可不好了。哎，砸东西确实挺痛快的。陛下，若是觉得砸这些奏章不够解气的话，那我命人端几个炭盆过来，咱们把这些奏章烧着玩，不是更解气吗？朕错了，错了，
朕不该拿这些做账撒气，啊！还是给朕看看，想得美！哎呦，朕看看看看看看！哎，妾才没那般蠢笨，傻傻的站着不动等陛下砸呀。只是陛下一整日不吃不喝，让妾好生担心了一回。为了投桃报李，妾也得让陛下好好担心一回，这才公平。没事便好，没事便好。你还是老样子，一直都是这一副啊不肯吃亏的性子。好，是这甜糕不够甜，还是这酥饼不够脆？嗯，有点心不吃，为什么要吃亏？对对，对不住啊。铜牛县县令和曲灵侯双双投敌，陛下失望也正常。但却知道，陛下发火不仅仅是因为程之得失而生气，更是为了天下寒门而惋惜。知我者，阿和你。原本呢，朕急于提拔寒门学子，可是总是牵制于那些世家贵族，他们宁愿举荐此职，也不愿从寒门拔擢。程氏、严忠，都是当年朕啊，力排众议选自寒门。可现如今呢，他们两人双双投敌呀，恐怕日后朕再要想从寒门拔擢世子，就更难了。这岂不是断了寒门之路吗？可就算这样，陛下也远不至于发这么大的火。其中，是不是另有隐秘？陛下不便当众宣旨，不如说来与妾听听。程氏、严重被两位县丞亲眼所见，携2000精铜出门偷敌，证据确凿。哎，如今连人也找不到了。即便朕说他们两个是内有冤情，但也难洗清白呀。如果真要处罚他们俩，程娘子怎么办？子生怎么办？他们俩的亲事怎么办？又要黄了。哎呀，陛下，为君者切不可优柔寡断，唯有按律处置，才可令天下人服气。妾相信陛下的眼光，更相信严县令和曲灵侯的为人，此案一定另有内情。但陛下无需为难，只需秉公办理，内情咱们可以慢慢查清楚，定不会冤枉任何一人。圣上既然肯用膳，定是消气了。皇后若是不放心，不如也跟进去。岳妃既劝阻圣上，余就不进去添乱了。诏书也该快出来了。曹常侍，圣上打算如何处置曲灵侯？圣上说。圣上说。圣上说，曲灵侯家眷全部下狱候审，程家两兄弟程程程止就地免职关押，程家长子程勇夫妇二人在边关军营羁押看守。曲灵侯忠君爱国，万没有子侄谋反的道理。况且即便曲灵侯投敌，家眷亦是无罪啊。少商一直在宫中备婚，铜牛县事他一概不知，为何要一并下狱？曲灵侯投敌之事，圣上定会查清楚，但国有国法，圣上也无从徇私。至于陈娘子，皇后大可放心，圣上已说了，陈娘子和十一郎已定亲，便可算作是凌家之人，圣上应允可网开一面。皇后可以放心了，圣上放过了陈娘子。皇后，不好了，
程娘子得知曲灵侯之事，执意离宫，说要死，全家也要死在一块儿。什么？停！少商，上我马车。鱼都知晓了。左大人已经在御前闹过了，现在朝中无人不知程将军通敌。你先回家，我去御前为你呈示身变。今日便是得罪圣上，我一定要与他不死不休。你信我阿父？我任程家教协时，曾与程将军打过交道，便是任谁信他投敌，我亦不信。更何况，他是你阿父，我更不会袖手旁观。上车。多谢。程氏究竟犯了何罪，要你们太尉府来擒人？程氏蛊惑铜牛县令，盗取2000金铜，叛国投敌，圣上圣意已决，程夫人还不束手就擒？莫非夫君叛国，你也要造反吗？你待人不分青红皂白，冲到曲灵侯府羞辱程家，吾等难道要客客气气地迎接你不成？你莫忘了，我随夫征战多年，已有军功半身，若想擒程家人，便先过了我萧元一这一关。臣可是奉太尉府之令查封曲灵侯府，捉拿你们这些共犯的。程夫人的军功在圣上圣旨面前不值一提吧？我家将军绝不可能投敌，此案必有疑点，我们可以随你去太尉府以供询问，但我们不是罪犯，绝不认罪。有没有罪，不由你说了算。你这般咄咄逼人，倘若程将军归来，你如何面对铜殿袍泽？你胆敢动我程家人，老身就跟你们拼了！你们若敢伤我家人，定让你们血溅当场。没错。谁敢反抗，就地斩杀，再回军盟。这位将军，圣上治国素来是道之以德，其之以礼，从来不对子民施以苛政酷刑。如今案件尚且未审，程家还未被定罪，你就在此喊打喊杀，怕是难以服众吧？说得好。服众？今天我便看看有谁不服。我。陈氏是否谋反，圣上自有定论。但你趁机公报私仇，事先命活得太长了吗？胡说什么！我被圣上办差，何时公报私仇？你侄女推我下水，我赏了她一头少水；你那在御史台当差的兄长，被我未来郎婿打断一条腿。怎么，你觉得我们厚此薄彼了？今日也来讨打凑数了？你。莫要得意，如今你们程家失势，你那未来的郎婿不会再为你撑腰了。你们傻了不成？还不将他给我一并拿下！住手！
圣上诏书明言，此案不牵连程娘子。左将军，是想公然抗诏不成？袁侍郎，你身为廷尉府侍郎，是想阻碍公务吗？圣上又追诏一封，此案转交廷尉府查办，特命下官将嫌犯亲眷护送回廷尉府审问。护送而非押解，左将军可能听懂圣上用意？走。圣上命善剑在廷尉府审问程氏家眷，一切职责所在，还望夫人见谅。多谢袁侍郎，方才我也是太过于急切，与二次抗命，但此事必有冤情，为了自证清白，我们全家愿去廷尉府接受询问。哎，凭什么咱们全家去啊？凭我与将军，乃圣上臣子，是国之护卫，既失的国家俸禄，就得遵守国家律法，必须去。请吧。云姑，杨洋，带你大母去。大母。你跟来做什么？圣上念及你即将嫁给凌不疑，视作凌家妇，程氏一案与你无关，赶紧回长秋宫。我一日未出嫁，一日便是程家女娘，家中亲人若获罪，我也不独活。今日多谢袁公子。陈家安危，我打他是怒气不争，你阿父生死未卜，若我们程家不能就此洗清冤屈，你将是我们程家流失的最后血脉。程少商，你给我听着，无论程家如何，你都要活下去，好好的活下去，程家的列祖列宗都不会原谅你。我与你阿父更不会。懂吗？袁侍郎，到底判过
敢当何罪？按律，株连三族，男子车裂斩首，女子发配流放。一定不会有这么一天。娘子啊，你快回去吧！你在这跪着，这不是难为皇上吗？哎，皇上不会见你的。圣上，我家阿父不可能通敌的。我知自己人微言轻，但此事我能做的只有这些，还请圣上见我一面。程娘子啊，这雨下的太大了，你要是淋坏了身子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淋死了才好。我阿父为国为民，如今受了此般冤屈，真是老天爷也看不下去，我们陈家受委屈，在为我们陈家哭呢。人家受了冤屈，夏日飞霜，现在冬日滚雷，说来也差不多。你听听，这说的是甚？啊？夏日飞霜，冬日滚雷，什么意思？这不是分明说朕是昏君吗？陛下若是担心程娘子，便将他换进来。你这般伸着脖子偷听，妾觉得脖子凉得慌。谁担心了？快要淋雨，别淋雨去，朕绝对不会半点心软的。这个小女娘，甚得脾性，怎么那么倔呢？要是朕的淋快了，此生回来又要伤心喽。我不是心疼她，我是心疼子晴。太子殿下，您来的正好，哎，您快帮着一块劝劝程娘子吧。哎，你怎么也跪下了？哎，您没带雨灯啊？太子殿下，吾也不信取灵侯会投敌，既要请愿，吾同你一道吧。殿下若是临病了，皇后得多担心。再说，太子殿下好不容易才解除了禁足，若此事再掺和进来，圣上若再跪罪下来，该怎么办啊？陈娘子曾为吾设宴查案，吾怎会负你？就让吾陪你一起去见泰山神吧。你说你们，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皇后，快给太子殿下挡雨！不用害怕，愚陪你一起等。圣上这般冷清，定是不会见我。我后赶紧回去，我要临命了。怎么皇后也来了？哎呀，她这个身子怎么受得住啊？万一病了，又要缓许久才能好啊！还有这个太子添什么乱？连净土都不怕了？皇后身子撑不住，快出去瞧瞧吧。朕可不去。去吧。我去。去吧。行礼了，各回各宫，喝点姜汤，暖暖身子吧。陈少商，你不要以为就这种蠢笨的行为就可以威胁朕。还有你们俩，昨日里你们母子二人是这宫中最守规矩的人，怎么，自从陈少商来到宫中之后，你们也跟着他一起莽撞起来了？陛下，今日之事不怪少商。
便是少商不来，怎求情？妾亦想为程家讨个公道，求陛下成全少商的一片孝心吧。许灵侯通敌，此事待审，朕已经下谕旨了，啊，此事不能更改。你呀，就不要在这求情了。这程少商已经是网开一面，免其牵连其中，已是朕的宽容了。陛下，可是皇后身子弱，不如进我永乐宫喝点姜汤暖暖身子。陛下，陈娘子不是不懂事理的女娘，她不会做出立陛下为难之事，想必是担忧父亲想知晓更多铜牛县的事罢了。陛下就允了她面圣的机会吧。陛下，允了吧。陛下，好了，曹丞，去弄些加汤来，你进来吧。谢陛下。夫子，你来看我们了，可有袅袅的消息？袁夫子，可有我阿父的消息？袁夫子，袅袅可还好啊？我见他今日甚是伤心，你可多劝慰些啊。袁侍郎，圣上可曾说如何处罚三叔和二叔？洋洋是被我们牵连的，圣上既然可以放过少商，能否放过泱泱一命？大伯母，我不走。我最庆幸的便是可以和大家在一起。我虽不似袅袅那般头脑机灵，想不出法子救大家，可至少我能在这儿照顾你和大母，再苦再难也绝无怨言。大伯母，求你让我留在这儿吧。别担心，程二老爷已经被白鹿山书院看管了起来，程县令夫妻也被圣上就地关押在华县，程大公子夫妇被军营羁押，但军中同袍不曾为难他们。你们放心，廷尉府会尽快查清此案，只要真相大白，大家很快就能出狱。大人，大人，我家三郎也被抓了吗？啊，大人，老天爷，睁睁眼。大人，不就2000金铜吗？多少钱？我赔，我赔圣上还不行吗？大郎拿了多少？我全赔，我全赔给你们。君姑，你可知这2000金铜是多少？你赔得起吗？再说，此案尚未定论，你怎么替夫君定下罪了呢？呸！你个扫把星！当初就不该拉着我儿上战场啊，非要当什么大将军啊，还不如早些回家当个田舍翁的好。大人，大人，大殿需要多少钱？你跟我说。老夫人，狠心父不救他的夫君，老身得救我的儿郎啊！大人，多少钱我有啊？我救啊。老夫人，这案子是圣上亲自过问的，吾等不敢徇私枉法。今日我是来给大家送吃食的，不如先用过晚膳，再说其他事。不知，与其被人砍头身首异处，不如饿死，好歹留条全尸。
菌菇不吃，我们吃。查清此案尚需时日，别冤屈洗净了，性命恶没了。是，阿母，我也吃。对，我也吃。多留一些，我也吃。打开食盒。朕为了去灵侯医院，茶不思饭不想。你倒是喝得下去啊！哼，家门不幸啊！人要保重自己，才有力气做事。姿势要喝的。姿势离开都城才几日啊？你就把自己折腾成这个模样，对得起姿势吗？我若对得起子胜，便就对不起我阿父阿母了。朕也是按律法办事。你与其为你阿父鸣不平，倒不如问问他，为什么要通敌？臣女有一事不明，还请陛下为我解答。我与阿母、阿兄都在都城，衣食无忧。我也马上要嫁于子胜。我阿父万事不缺，母慈子孝，为何要通敌叛国？是啊，朕也想知道。朕对你阿父不薄啊，他为何要通敌啊？我答不上来，陛下也答不上来。可见我阿父根本毫无缘由与陛下为敌，是矣。我阿父定是被冤枉的。永王彭坤，朕对他也不薄，他们不也反了吗？所以光凭你说的这些，无法证明你阿父是被冤枉的。那些乱臣贼子怎可与我阿父相比？我阿父可没他们这般蠢。瞧你这般模样，你阿父也聪明不到哪去。陛下侮辱我可以，万不能侮辱我家阿父。我家阿父是这世上最疼爱子女的父亲，若我家阿父在此，定不会看着我临阵落难记的。那你告诉朕，城使前去铜牛县辅助县令督办军资，若非叛国，他为何要和这县令严忠拉着两千金铜跑了，至今不见踪迹啊？那又为何这县城一口咬定他们俩就是同敌了？少商啊，即使朕信你阿父的为人，但是也要让满朝文武他们信才可以啊。现在这两千斤的金铜如果找不回来，那恐怕朕也保不住你全家呀。陛下，你让我去铜牛县，我替陛下寻回那两千金铜。你瞎胡闹！一个小女娘，你去铜牛县干什么？那里比邻收春，早已被彭公占据，多危险啊！我不怕。当初怀县遇险之时，我也曾带家丁御敌过。子胜教过我防身之术，我会骑马，会执器械。陛下，我阿父拖一日不回，便就多一日危险。我求陛下，你让我去寻我家阿父。
不多说了，查案自然交给廷尉府，不用你插手。你呀，就乖乖留在宫中啊，待此生回来，赶紧完婚吧。陛下，我求你，你让我去同宁县找我阿父。陛下，我求你。怎么说不听呢？曹彰。老奴在。陛下，带陈娘子回长久宫，告诉皇后，她如今也是戴罪之身，即日起不得擅自离开长久宫半步。哦，是。Shine.